免费电脑配音，最像人类的文字转语音工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彬彦，欢迎收看网红课堂。刚才你们听到的就是 AI 配音的人声，是不是觉得很自然很好听呢？相信大家都有在网络上看过很多那种解说类的短视频，有没有发现他们讲话都是同一种调调，不会有太多的情绪起伏呢？那是因为很多的短视频其实根本就不是真人配音，而是经过电脑合成的智能配音。简单来说，他们是利用文字转语音的工具，所以呢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制作大量的配音影片。用电脑配音呢，除了可以确保语速和声调保持一致，最重要的是可以节省你的口水，大大提升影片的剪辑效率。网络上呢，其实不难找到那些文字转语音的工具，但是免费的大多数声音的选择很少，音质很差，或者是声音很僵硬。我们来听听这两个例子。大家记得来订阅郑彬彦的频道哦。大家记得来订阅郑彬彦的频道哦。是不是觉得很僵硬呢？尤其是那个哦，我真的是不能够接受。那到底有没有免费但又自然的文字转语音工具呢？哎，还真的被我找到哦！隆重向你推荐 ClipChamp。ClipChamp 呢，其实是一款线上的影片剪辑软件，它有提供很多很炫的影片模板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呢，是它的文字转语音服务。使用的方法真的是非常简单。登录了它的网站之后呢，点击 Create a Video， 再点击 Text to Speech， 也就是文字转语音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超级无敌多的语言选择，单单是华语啊，就有十多个不同的声音选择，有男有女，而且还可以选择广东话。如果是英文的话呢，就有更多选择了，有加拿大啦、香港啦、印度、澳洲、新加坡、美式发音等等。接下来我们将会用同一个句子来为你实测它的文字转语音的效果。订阅郑彬彦频道的人将会月入百万哦。订阅郑彬彦频道的人将会月入百万哦。订阅郑彬彦频道的人将会月入百万哦。是不是觉得很自然嘞？而且还可以调整语速，真的是非常方便。完成文字转语音后呢，只要拖入 timeline， 直接点击 export 就可以了。需要注意的是啊，导出 480p 也就是低画质是免费的， 720p 和 Full HD 也就是高画质是要收费的。但因为呢，其实我们只是要提取它的声音的部分，所以呢就可以不用理会画质。点击导出过后呢，你就会得到一个黑色画面的 MP4。 那接下来的工作也很简单，你不用转换格式，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MP4 呢导入到你的这个剪辑软件，可以是剪映啊，或者是 Premiere Pro， 然后呢再把画面删除，保留声音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教学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成功帮助到你的话，记得不要吝啬的帮我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这支影片哦。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还想要看到什么教学影片。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彬彦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